是我们啊，为什么你的气色这么好呢？应该是吃酵素吧，正好那个，太商业化，马上就讲到产品面上了。我以为你的那个酵素是给土吃的呀。哎，我给你那个是给土吃的哦，啊哈。但是我们有做那个人吃的酵素，还有给蜜蜂吃的，有给鸡吃的，有给猪吃的，对，还有给鱼吃我们有做了很多种产品，我还是讲讲从以前开始好了哈，OK。就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妈妈说你这个一年换24个老板回家还翘个二郎腿在那边过年哈，你就找个一个比较安定的工作。然后像加工区啦，还是什么，然后到了某个年龄到了，你就结婚了。就我想说，怎么女人怎么可以这样，就是这样趋于，哦，到了某个年龄就嫁人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个国防部在招考女神龙，可是我想说女神龙也不知道怕，他就说女神龙是在跳伞。然后我就去报考，就去考。可是，哎，78个人去考，录取2个，然后我们这2个里面还要一个正取，一个被取。可是，哎，没多久了，他通知单寄来了。可是我要怎么跟我爸妈讲？因为我们是很乡下的孩子，就很保守。结果，我就跟我爸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边写边哭。爸，我去当兵了。我去跳伞，我会很平安的回来，请你们不要担心我。那我就这样离家出走就去了，离 家出走啊！对，离家出走就去了。然后到了屏东，我不知道那个受训那么辛苦，因为我们跟男孩子一起，跟陆军官校的这些军官一起受训，他们都那个身高只要进神农都要180以上，那个腿之长。他的一步是我要跨2步，我们也算是高大，可是跑在他后面，真是喘。他的一步我们要跑2步，所以他这样5000公尺跑下来，就你就在那边那时候是没有抽烟的啊。结果受训的时候真的好辛苦，受训3个月不能回家，可是。自己离家出走去的，又很辛苦，被操，加护蹲跳100下，仰卧起坐100下，俯卧挺身100下，然后跑早晚各5000公尺，操下来，我说，在家那么好，还可以翘个二郎腿，然后过年，然后我跑来这边被操得要死，就有一天散步假，那个教官他们都要散步假，就出去了，我们在那个屏东抱着椰子树。为什么我要来这里这么辛苦？然后就哭得要死，没有我，然后就被那个教官听到，谁在哭？又站出来，然后就不敢动，躲在那个椰子树后面不敢动，还不出来？你要关你紧闭啊！然后你就出来走出来，你是谁？因为乌漆嘛黑，教官也不知道你是谁。哇，报告教官，赖兵会的，赖兵会。哭什么哭？想家啦？还是太辛苦了？报告教官，没有。那为什么哭？很辛苦哭，因为被操得好苦哦。那个你看那个俯卧挺身100下哈，那像我们这种爸给啊，然后怎么可能这样撑100下？就3个月之后就回去了，就是可以放假了。回去，哎呀，被我妈骂死，被我爸骂死了。他说，他就是，就骂我妈，说，哎，你就常常念他，一年换20个老板，好，你现在那个工作够安定了哈，啊，跳伞跳戏给换不要做，就，然后我妈就被我爸骂得很惨很惨，然后哎，慢慢的他们也习惯说，哎，我都是很平安的回来，可是，在我们那个神农。神农跳伞的女孩子，全国就6个女孩子，然后每次都是跳定点着陆，然后那个，国庆日啊，
国庆日都是有神农小组跳伞，定点跳伞。我们每次都每天训练就是跳定点，那因为我们在屏东那边很空旷，有台糖的甘蔗园啊，有那个梅陇园啊，西瓜园啊，凤梨园什么都有。啊，那有一次啊，有一个就是我们只要跳伞，因为阿兵哥跳伞，那个西瓜园那个阿伯都拿了那个扁担，就站在那边等。你这死囡啊，你搁甲我站看卖啊，我的西瓜互你站破去吼，我拢无摊呗。吼、哦，阿、啊、他那个扁担都每个人都在，只要说今天有跳伞，所有的农民，因为你看一顶伞很大，对不对？一个水田这样刚播到播下去，一拉，整个田的那个苗都要全部重插过，所以他们哦，就反正你刚刚过来，你刚刚过来，然后动作已经出来。可是我就有一天，我就跳到那个西瓜园，可是我已经看到阿伯站在那边拿了那个扁担，我说我不能踩，因为我们穿的大头皮鞋嘛，我不能踩，踩到西瓜，我不能踩到西瓜，就一直，结果下来，我就看到阿伯冲过来了，然后真的还是踩到西瓜就破掉，然后我就赶快把头盔拿下来，我说阿桑太衰吼，给你的西瓜弄破去。哎呦，啊你查某的哦，我讲嘿啊，啊你查某你刚来跳伞，我讲嘿啊，哦我查某才少的呢，来我来讲，来，这西瓜哈、哦，我教你安怎吃，这哈、哦，中央哈、哦、上桑，啊你哈、哦、这你摕，你手起乌这块来吃哈，就桑的，我讲哎呦阿桑没有被牙笨蛋个话讲，然后我还叫我吃。中黑就上哈，来来，哦、我家难得我女生要跳来家哈，我上你两粒。然后我们的一顶伞已经十几公斤了，啊，那个大西瓜也十几公斤。然后那个阿尚很好，他就说来，我给你倒收伞。我讲阿尚，我两粒哈，啊，我背到这远哈，啊，我要回去，真重，啊，我一粒就好啊。慢，来，我给你倒修，然后伞就把我拉好，我给你困到内底哦，哈，因为哦，你搞我更，然后我的伞十几公斤，再加上将近快二十公斤这样，然后伊讲，来，你排看嘛呀，因为我们那个可以伸缩，有松紧带可以，就一顶伞就，然后我们就开始，我就伊讲来，我给你提起，好你排咧哈，然后我们就背了，阿尚讲啊。会当嘛？我讲袂，我有训练过，我袂当。然后就慢慢走，然后我就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教官，我就想说要面子，那个阿伯哈，就说我们就跟他讲说没问题，这个重量我们有训练过。然后阿尚谢谢你哈，谢谢你哈。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当了，然后那个教官说，那个喂，你今天走路怎么这个样？你是伞背石头啊？我说报告教官，今天那个伞特别重哦。那因为又不能说我们不能贿赂，啊，你又不能跟农民讨说你要什么水果什么什么。可是那个是阿伯送给我的，然后不敢讲。然后他说，可是看你走路的样子，你是背石头回来的。我说报告教官，不是那个伞今天特别重。伞拿下来，他说：“伞打开。你的伞，你不觉得你的今天的伞比别人大包吗？”然后我就说：“是。”可是老报告教官，今天我那个是阿伯送给我，他送给我，他就伞一打开，滚出两个西瓜出来。然后他说：“你去偷的是？”我就真的没有偷，是阿尚送给我的。乱讲！我们每次都他已经扁担打过来了，他怎么会送给你？因为我是女生，他送给我两个西瓜回来。结果哇，我们教官他们就很喜欢跟我跳伞。他说，只要赖聘会出去啊，就有东西吃。结果我们要回去了，回营区，在因为我们都有练跆拳道，然后我就在卡车上面，
的，然后看，然后我告诉你啊，那阿善有教我说中间最伤，这个是对，这个在西瓜园的故事，然后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七月的时候，七月大家都在拜拜，要拜体，就是体工这样啊。结果那一天我们的跳伞就，因为好像拜那个是下午的时候拜，要拜好兄弟，好像是下午。结果我们也是跳伞，就不小心那个风很大，就把我吹吹吹，就一个那个三合院的那个房子，然后我就看到说啊，没有地方着陆怎么办？然后他们又在拜拜，我们在空中就在看呢，啊，一地拜板怎么办？啊，可是这个风又变没办法控制，结果那个哦，他们就在拜停工嘛哈，就开始准备要拜了，结果他们就这样拜下去，结果一起来我就站，神农从天而降，我就站在，因为我们穿那个神农的跳伞衣服啊，刚好就落在他那个屋顶上面。然后伞就往他的后面去了，而且我就长得不像人，好，就是说不像人，就是因为衣服都很大。结果那个阿伯跟阿伯哈，然后就拜哦，哎，真的好兄弟，然后恁奶奶啊，给头一抬脚，然后我讲阿嫂，你讲你是人还是鬼？然后我讲，你讲哎，你是人还是神呐？我讲我是人。啊，你哪会当时在那？好，然后因为他也没有看我飞下来，然后忽然他头一抬起来，我在坐在上面了。伊讲，伊就甲伊某讲，你讲这是人还是鬼？好，这是人还是神？哈，啊，那咱即马才伫拜尔，伊就伫咱的头前。好，然后我就赶快甲头盔讲，阿婶，我是人。啊，你唔过你举楼梯给我落。伊讲。不是，你会站去你面顶，你不是人，你用你就可以飞下来，啊，你就可以飞下来，然后我从屋顶飞下来，然后我的伞已经在后面，然后他就，啊，你真的要压腿给你吗？我说你没压腿，我不能下，他说你真的是人吗？你都回来，我说我都天顶飞下来，啊，他就说，啊，你又是人，你又从天上飞下来，那只有神才会这样，好，他就一直被我的话已经搞糊涂了。可是他一直不相信说，我刚刚真的没有看到我，他没有看到我。可是他怎么一拜我就在他们屋顶上啊？他问我说：“啊，你倒倒来？”我讲我到天顶飞来。啊，就阿尚说：“对啊，啊你认识人？”然后伊讲我到天顶飞来，啊我确实是从天上飞下来，可是。我是人啊，那他一直觉得说，人未都不停电飞了，那神才会，啊两个就搞了很久。我讲阿尚，我是人，啊你真正举一个推我背后你看，然后他就让我，哎呦真正呢，伊个举推啊我，然后我就跑，伊个真正的，啊无恁来穿个遮奇怪，伊讲我来穿个遮奇怪，我讲啊阮着跳伞啊无小心吼。背到你们家来，很抱歉，你们在拜拜把你们叫掉。然后他就说，好，你等着，你等着哈，你等我拜好。我说好，阿桑，这样我先在你们后面那收我的伞，因为我的伞是不是到那边我就解脱了。啊，我就坐在他的屋顶上面这样。那我就去收完伞，他拜好了。这只烤鸡哈，炸回去，啊，这鱼啊，炸回去。然后回去的时候，我的包包又我们那个跳伞的服装就袋又很大了。那个教官就觉得说我的口袋好像装了很多东西，然后他说赖冰慧，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回来给我们？我说这个要跟你讲，然后他以为我又去偷的，然后我说报告教官，一只烤鸡，然后一只炸鱼。然后那个教官说，这个奇怪，这个赖冰慧每次跳伞他拿回来的东西都太神奇了，真的。他就问我说，你今天去哪里，你怎么会有这个烤鸡跟鱼？
我就说人家刚好在拜拜，然后我就跳到他们屋顶上，他以为我是神，所以他把这个东西都给我吃。就是这样，我在那个屏东跳伞跳了4年多，然后所有的教官都非常喜欢跟我去跳伞。那还有一次就跳伞，就跳到那个琼麻园。我把那话擦到屁股都是洞，然后回来走路就不会正常走，因为那个刺刀已经流血，然后连住了，所以你不能跨得太大。刺有留着吗？刺在里面，他背上抓不到啊。哦。然后回来的时候走路就很奇怪，哇，这个教官就好高兴，这个赖兵会今天走路不大一样。够逼啊！对，他说赖兵会啊，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回来给我们吃啊？报告教官，没有。他说怎么可能，你今天走路的形状太不一样。真的，报告教官，我后面有洞。他说谁的后面没洞？然后我说可是报告教官，我后面也很多洞，不是只有一个洞，然后后面很多洞。他说什么什么洞，你今天跳到哪里去？报告教官，今天跳到琼麻园。然后他就说来转过来给我看，就是看到真的一只说刺刺，因为那个琼麻是非常大哦，它的那个刺够啊，我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单位就是种这个东西很神秘。好坏哦，我那个琼麻园真是怕死了，那个针一插下去是这么沉，那个尤其是大只的那个，对哦，那就顶了。对啊，我以为那种就尖的哦，然后还蛮粗的，比那个牙签还要粗，大概3根牙签粗，然后插着你怎么插？你后面你在背上自己没办法弄，没办法。所以我们那个教官说：“哎呀，真可惜。”我想说赖兵会今天走路带什么东西，结果带了琼麻针回来。我们当兵的那个步兵缸，然后步兵缸是平顶嘛，对，他那边有很多空旷的地方，那就是怕人家来伞兵嘛，嗯，所以就反空降啊，反空降说只要有空的地方就中了，中琼麻，哦，真是，那个插到那个琼麻真是哀哀叫，然后又不敢叫，然后走路就这样一跛一跛的走上跛回来，他也真的是很有耐力。真的是，对，因为我妈妈就说，任劳任怨，不是，是离家出走去了，你还有脸说被退训说回去的，又回去吃自己，然后为了要，就是说，第一个你自己选择的，你必须要去面对，然后再怎么苦是你自己选择去的啊，人家没有，我爸妈也没叫我去啊，是我离家出走去的，那就要给他做好。然后慢慢的，我们在报章杂志出来，然后家人就会觉得说，啊，我这个女儿还蛮为家乡争光荣的哈。然后，谢谢。嘿，然后他们就慢慢就喜欢，就是说啊，哎，你女儿今天的新闻出来哈，你女儿的什么杂志出来哈，对他们就慢慢的接受了，对。你说哦，你女儿今天的够。考基本啊！对啊，所以我在屏东，所以我那个影星那个什么歌星那个侯立芳的老公，那个杨威孙哈，那个杨大哥，我在神农，我们女神农最风光的时候，我退下来，因为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冰慧，运动员哈，他有一个生命。那人哈，真是要急流勇退。那你觉得你还要继续在这边待吗？我真的听了他这句话，因为跳到最后，自己会觉得我每天都在等死。真的每天跳，啊每年就也要死好几个。但是我们是没有死的那个人。好，那因为我后来就听，哎，每天都到机场去。等飞机，然后天气好就跳，一天跳2次，那跳定点，那每天都是训练定点，那也没什么，在空中花式接力啦或什么的，就每天就跳伞，然后跳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说，
哎，人生真的是，你在那个地方每天都跳一样的东西，真的没什么意思，就我就退下了。可是我所有的教官他们都记得，像现在 Facebook 有 Facebook， 哇，知道是赖冰慧，我们的女神呢，我们的女神呢，我的 Facebook 里面的哇，这就一群人哈、啊。然后我退下来，我就在台北市政府上班。那时候是蒋纬国，就说这个丫头也要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就下来了哈。我在台北市政府上班，结果晚上无聊嘛，就去补日文，然后又看到说，哎，我想说那时候已经25岁了，补日文，那我就去学啊。哎，你们这也办那个留学啊？我这么老可以吗？他说试试看哦，那你填个资料。我就想说，不晓得签得上签不上，我们不知道。那我就好玩，反正我就是一个礼拜去上一次课这样。上不到一个月，小姐，你的那个学校申请到了。啊，我的学校申请到，然后我就因为我在那个台北市政府工作一年哈，然后才忽然想到说，哎，这样子也不是办法，晚上也没什么事情做，然后就补那个日文。那补不到一个月，他说你学校申请到了。那表示我就要辞职，我要去日本，然后就阿姨我都还没学会，然后学校是申请到了嘛，然后就把这要怎么跟，我就跟我妈讲说，我明天东西会寄回去，我下个礼拜要去日本。她说你去日本是干什么？我申请学校申请到了，她叫我去报到，然后一句日文都不会讲。阿姨我都还没学会，然后就只知道 Coco 这里啊，对啊， Kaki Kuke Ko 的 Coco， 我就记住这个单字。可是也没去过日本，然后这个啊，反正哈、啊、人出去，然后所有的人会去拿行李，那拿了行李就会出大厅，那我们也就可以去嘛，就反正语言不会，然后就跟着人家屁股走。然后就这样走，可是走到哎，真的出去了哦，哎，可是接下来我不会讲，然后我是要坐巴士呢，还是要坐地铁呢，还是要坐电车？可是我又不会讲，说我要去哪里，我连那个都不会讲。好了，那个 taxi 住址给他，应该就会载我去了。然后就跟那个 taxi 讲 ，Coco。就这样，日本的14年，就到日本14年了。你再试。好，这个从军中一路就是一直在那种 challenge 的那个不断的，以女孩子来讲，说我再过一阵子这个工作比较稳定之后，我要写一个回忆录，就是说一个女人的一生里面，然后。我妈妈在讲说，你哈听也背哈，阿爹嘛要整，然后你敢袂使安尼看呢？像一般女孩子安尼乖一点，然后就比较平稳一点，就像我们之前跳完伞，在那个台北金山跳伞的时候，我们跳直升机，然后跳下来下去就潜水，然后水上摩托车、帆船，就真的是。就这样子玩的，啊，所以以我的人生来讲，就是说，真的玩的差不多，够。有像女孩子要像我这样的一个体验，很难得，很难得。就是，我常常被人家讲说，你这哈查甫的，咱公公无做兵啊。我讲你给我立正站好，你无做兵，你可能无做兵。对，常常会被念哈。就是说，我们不是是个很单纯的，然后有一些男孩子就说，哎，我们就是男孩子就有当过兵，就是会聊一些军中的事情，那我们还是可以跟他聊。所以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也是想要写一个回忆录，就是，
当然这在日本的十四年又是一个人生的大转折啊，跟以前啊那个司令可以哦桃花枪来赖兵卫那个传令你叫那个司机带你去买去哪里这样，我们哦桃花枪可以到日本是真的是就过着日本人的哦开哩，然后你就要跪在地上，然后把一鞋子给它摆好，那个 Stabilo 就给它刷好，然后出去就过这样的生活。就是说同样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是真的六个女孩子是非常，你看那些老长官都非常疼我们的，那到了日本我们真的是入境他们的随俗，真的过着日本婆子的那种生活哈，然后每天就拿着抹布在地板那么擦擦擦擦的亮晶晶这样。那个传统日本对女性的地位看得很低。好，那我自己就在想说，当然我们不能一直过在过去里面，就是说哦，我以前是女神龙，我现在就要去在这个地方然后抹地板，然后先生回来了就我开丽娜赛，然后鞋子斯里巴把它放好，鞋子把它摆好，然后让他上来，然后倒一杯水啊，就把他们服侍的这样。然后我就后来又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然后也是个性不是那个，那就回来，对，就回来就开始碰到芬兰。对啊，没多久就碰到对，就碰到芬兰，然后那个好，先到这里。